直播吧8月5日讯，据米兰 TV 消息，雷纳接受了俱乐部专访，他表示希望能用经验帮助米兰。谈及新赛季时，他认为尤文图斯是争冠队伍中领先的球队。谈加盟球队以及个人目标，雷纳，我认为米兰是一家组织有序、非常出色的俱乐部，而且这家俱乐部渴望继续成长，来让球队重新焕发光彩。而且我觉得球队是个很棒的整体，更衣室里有着一群很好的家伙，他们帮助我融入了球队，不论是在待人接物方面，还是在竞技层面，我都希望能用自己的经验帮助球队。在生涯中，我积累了一些经验，所以我希望这能给大家带来帮助。我也会始终保持积极的心态，来帮助球队成长和提高。伊瓜因雷纳，伊瓜因是个很强的球员，我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帮助的。从能力上讲，他也是一名顶级前锋，我希望他能为米兰带来许多进球，是否欢迎他？当然了，多纳鲁马兄弟雷纳，我很喜欢吉吉和安东尼奥，也非常尊重他们，他们俩对我非常好，而在场上，我也会尝试向他们学习，并通过这种三人间的竞争关系来提高自己。新赛季怎么看待意甲冠军雷纳？我认为有一支球队在争冠中是领先的，当然了，还是尤文图斯。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欧冠席位之争，我认为将会是场差距很小的较量。不论是作为一家俱乐部还是球队，我们都必须着眼自身，继续提高自己，重回欧冠是我们的首要目标。关于那不勒斯雷纳，我很快就会以对手的身份重回那里，这当然不会容易，那将是我们这赛季的首个客场，所以让我们再看看吧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对于那不勒斯，我只有感谢之情，我不会说他们一句坏话。关于加图索雷纳，他是个还拥有球员心态的教练，这真的令人十分愉快。来米兰的第一个月一切都很顺利，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好好合作，向球迷们奉献一些精彩的瞬间。